你们专柜那种应该是衣服那种吧？这个用千斤顶是能把货顶坏的。这大的还有几件？到不了顶了，那种是能用那个千斤顶顶的嘛，不一样。没事，这边松点吧，好吗？重没有了。好，可以上，这一排刚刚好。你会装，你也可以来。是，你会装，你可以的啊。你来接上先瞧，你也可以过到这边来装，一天做个一两千，很多客户的啊，只要装的跟我一样就可以了，很多客户的。来，不晓得了。他们有一点点坑是没办法的。不要，不知道我笑话里面是乱说。那小的。现在不招人了，啊，可以了，来，有没有大的？没有大的，没有唱，太松了。等一下了，他那还有货的，看一下。还有货。啊啊啊！好。很热，一半了。你的脚是铁的吧？没事的啊，脚很干净的，很漂亮的。不是，他说一个人，他说他的脚是铁的，随便踩都比你踩的厉害。哦，没事啊，那你叫他来先瞧嘛。他如果是铁的话，来揭阳的话，很多客户抢着找他的。这里什么不缺，就缺铁，真的。什么不缺，就缺铁。重吗？来搞一件上一件，然后剩下的打脚。你的脚上面绑几个铁块？那你挺厉害的吧？搞一件。我自己进，你别急，你别进，平着进，怎么进得去啊，兄弟？
啊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世界你压下去，我拜你为师。师傅，我在这里你不要停，是不是？嗯。如果你不要停，老师我拜，谁压下去我拜师，真的。老师不要上去。我如果压下去，你再来跪着停，不要，你看我压不压的。老师不要，我就压下去了。还输一个了。有没有用？打三个。说的，打三个，三个，可以。我说可以就可以。我说可以就可以，打三个。不会的，我们没人偷懒的，那个休息就行了。你兄弟会，他会弄啊。这个有90吗？有没有90？应该不啊。90多。90几。93吧。一天干几个小时，我们记住他从早上干到晚上。好，顶。好，再打。我把这个人拉黑了。好，可以。这个鸡。你扶着，你扶着。这把他拉黑了，人家怼他又骂他又不好。他为什么要提出质疑？你就要拉黑？他不是提出质疑，那个人很那个人。他干嘛？他说他的外号叫铁拐李，他的脚把那个货都踢飞掉。有，随便便都有。往里面顶，那好飞了。太过分了就要拉黑掉，这个货是不会烂的，是拖鞋。别坐着，能坐着就尽量别站着，是吧？好，往里面顶。这么站桩的话，会多装一点。其实就打你。欧阳梦中午吃了什么东西？吃了好东西啊，他。这么猛啊？早饭还是飞个六边餐，里面没有，但是没有内核的，按方算的，装多少就是多少。他不是很广州那边很多那个六边餐吗？六边餐，好，扶住啊。六边主要是路啊。扶着，我要上去了。整一起顺畅吧，反正应该是以路为主吧。咱六种的，平时的。我说六种，那肯定。对啊，为了就是帮老板多省一点钱，然后我们得到的钱就会更多一点。那你们顶。哎，而且有的那个路企，那是
20几年。再打一盘。整天收音机都听到一声。对对对，你知道，小时候这他们怎么这么猛了？因为你说搞完，那个杯子呢？肯定要猛一点。杯子呢？小杯的，一杯啊，那个3块钱的，以前。对，那一两半还是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那时候在。在上头的时候，1年多2年，他九几年，老是听到你在厂房上。我让我卸方盘。怎么卸？方盘屋的弄啊。他们老外卸货有办法。你赶紧把门，赶紧你给你退出来。等一下。